了吗？还没有，这样不太行。我来，我来告诉一下各位朋友们，我们有什么体验活动呢？首先呢，可以先看我们舞台的左手边，这个呢是我们的 Carry 咖啡车，有没有看到一个帅哥在举牌牌在挥动，对不对？等一下呢，就去找他来喝一杯我们的下午茶了。那再往我们右手边看呢？这个是我们的 Suzuki 扭蛋机，今天呢也准备非常多的礼物，希望呢可以邀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这边把我们的礼物通通都转光光。那想要问一下，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明星人物，有人知道是谁吗？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哆啦 A 梦。好，来送你一个小礼物。没错，就是我们的哆啦 A 梦。我们右手边呢有一个1:1的哆啦 A 梦的拍照背板哦，主要呢就是想要打造一个全家大小都适合来体验的场所。好，大家有没有认真听？我要来问问题了。刚刚呢，我们是不是有说到有很多体验活动？想要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我们有什么体验活动呢？这一题呢，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的朋友，那我们就请我们三位美女来帮我们选咯，请眼神对着他，拿出你的热情好不好？请问呢，本次 Suzuki 呢有什么体验活动呢？三二一，就要帮我大喊 Suzuki 哦，三二一。好，你有选到吗？这位帅哥，有什么体验活动？扭蛋机。好，艾丽尔呢？那一位帅哥吗？还有什么？拍照背板，没错。依依呢？没错，我们的 Carry 咖啡车，这就是我们以上的活动。希望呢，各位朋友们，等一下呢，可以帮我们把手机拿出来，帮我们搜寻台湾 Suzuki 它的车子了。在我们2019年呢，我们 Suzuki 推出了一个非常多款的车子，那是非常有魅力还有经典的。而在我们今年2020年呢，更是我们 Suzuki 的100周年了，帮我们掌声一下，100周年。想要问一下各位朋友们，请问在2020年是 Suzuki 的几周年？没错，就是100周年。那在我们去年呢所推出的 Jimny 呢，更是一举拿下了世界年度风云车的2019世界年度都会车，还有2019世界年度设计车。好，我的问题来喽，等一下呢，等一下答题目的时候呢，帮我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大喊 Suzuki， 这样可以吗？好，那我的问题是，刚刚呢我们有提到了2019年世界年度都会车，请问刚刚说的这台车叫什么名字呢？三二一， Suzuki。 好，我们请关关帮我们选哪一台车，叫什么车子？Jimny， 没错，就是我们的 Jimny 获得了2019世界年度都会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各位来介绍这台全台首度亮相，也就是我们台上的前方的这一台，就是我们的 Jimny 特试车。这次呢，我们特别引进了原装的配件，针对我们话题性十足的 Jimny 进行做改装打造。这台那是我们的 Vitara 呢，以绝美的外形搭载丰沛的动力和全面主动的安全系统，打造一台安全动力双进化的全能修旅。再往我们右手边一看，可以看到我们的动静皆宜的 Baleno， 还有我们全球销量突破700万台的 Swift。那各位朋友们可以再往我们的 Jimny 的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一台呢是适合我们全家大小，我们的欧